班级各个区域学生状态战课篇。体育老师怀孕了，下节课改成数学课。好，我希望学校把体育课永远取消。疯了，找你大爷赵主任调查一下，那连怀三年孕是正常的吗？都怀的是哪吒呀。零食可乐大杂烩，上不上课我无所谓，我去找校长理论理论。你说那毒药过期了，是更毒了呢，还是没毒了？我操！那体育老师怀三年孕，他正常吗？正常，我妈怀我十一年，就不让我上体育课。十一年，是我最遥远。出去！的一瞬间。雪碧可乐，我接着喝，我就爱听这首歌。你也给我出去！兄弟们都别找了，体育老师我找着了。哎呀，啊，明白了哥，你这扯出来给我逮上干啥呢？哎呦喂，我接受不了啊！